那瑶瑶，你那个手机还好吧？他说怎么可能好？音乐什么都不能听，信用卡开不了，但是无回应，无回应啊，就这样。所以你其实还蛮好吧？对啊，就是 maybe 你自己最近小心一点。瑶瑶说真的，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摆平？你觉得？我觉得你要赔个五万、十万的。手机都可以买好多次了。我摔的那台是电脑吗？五万、十万的，你觉得怎么样才可以原谅我吗？这五万、十万的，我问一下姐姐，她对这件事情，老实讲，她很生气吗？她想要敲竹杠的意思。我说她在回家的时候那天呢，有没有？她回家就是拼了命的试图的想开机啊，可是开了机以后就发现功能都不能用，然后她有。哦，小姐，我的。没有啦，她没有骂脏话。我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要不要看一下重播？这么睡。请看重播。你还有一只在这儿啊？吓死了！搞笑，搞笑，搞笑！你干嘛？我来，我对不起你。真的，那个一回生二回熟吧。瑶瑶万岁说算你倒霉，开开心心去垦丁出游，没想到遇到咱们乔别黑老了，捉弄真是惨呐、哦！马上看一下第四名，请看。每日调查局究竟慢慢认为谁会师兄师姐心目中的好人李子明呢？赶快来看一下去。小心。小心，因为这么像大婶，大婶不是都很热情吗？所以应该很像好人吧。小心，你觉得他是吗？我觉得他是，因为平常真的很有礼貌。怎么说？就是可能远远的到我说，哎嗨，你们在哪里啊？那我们的在哪里啊？好好好，就是对，也不是装熟，就是很热。交错过以后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谁？师妹怎么记得我？那就哎，真的啊，你们好，然后就走了。不是啊，一到转角说真的，就装熟的。才没有。十八进不进女主角？他说进。喝酒。没有嘞。对他人很好，公认的。有没有人要补充他这个部分？觉得他不好的有没有？好像没有。然后你说他人很好，超好的，比你好。略逊我一筹，没有啦，他人很好啦。对，因为他就是上一次我就印象深刻，因为那天要来录影嘛，我要跟他借一套衣服，结果他人他就是说他没有要来台北，他竟然要特别叫他老爸开车上来，就一大早开车上，然后把衣服拿给我。我就觉得这也太热心了吧，这位大神真的很热心。他好人的是他爸爸，也他也很好人啊，真的。他人真的很好，真的。他爸那拿了水蜜桃，每一季都会想要送给我。他家住龙潭哦，他特别开车来把水蜜桃给我。哇，一家子都是好人。不好意思，他爸也是送我一支翻刀。翻刀在我们尾牙的时候，对，翻刀的，他妈的拿给我说很利哦。哎，你先收下，我们先尾牙大家比较开，我说你放这个危险，我说那几个工作人员，我长官拿起来被乱挥的话，爸爸现在这样先放掉吧。你觉得你自己人很好吗？还好，就是比较喜欢去跟任何人去哈拉干嘛的。就是在山，就在山上那边，就认识人比较少，所以就想要认识比较多的朋友。原住民都很热情，对不对？对。有没有冷漠的？有吧。像怎么样的？林志杰。林志杰。你看他冷漠，就一个人冷冷在那边。就是他有时候后来上节目啊，就有人默默在那边。因为他害羞、啊。对，太害羞了，这样不行。可他是狂吼哎。那就在球场上啊！狂欢，对，你会吗？你会吗？
你秀一个是不是？好啊，狂吼一下，预备 ，Go！ 转什么音啊？紧接着要看第三名了，请看。美美调查局入境美美认为谁会是市容世杰心目中的好人第三名呢？一起来看看吧。美美，小心。因为我觉得他很爱哭啊，而且又很有爱心，感觉看到自己就会想到别人，想要照顾人家。美美，因为他身材圆圆的，应该很有同情心，会帮助所有的流浪狗。美美。伸出援手，真的真的是伸出援手。你自己人很好吗？我觉得好人倒不，我应该是爱同情别人呐。我很容易说啊，好可怜，好可怜哦，这样还。你有曾经做过什么事情可以值得跟大家分享？跟你做好事。我爸这算不算好？好，来讲一个。例如人家有延禧兽，我不会跟人家讲，因为我觉得我讲了对方会很害羞。像是。你们觉得要不要讲？很熟的人我就会讲说，哎，小姐有延迟。可是不熟的人，我会就是看到之后，我会想说，怎么办？要不要跟他讲？跟他讲，那好像会很让很丢脸，算了，不讲。可是妹妹们是不是觉得一定要讲？要。真的吗？哎，你真的有延迟。怪你。点点。在座的各位学姐，你有没有被欺负过？你现在讲没关系。尽量讲。就欺负你或冷眼，然后让你很不舒服的，有没有？受到批评，讲一个，压力好大的样子。等一下，你假装他们都不存在。对，明明就存在。对，讲一个，讲一个。真的没有啊，有好的。谁对你好过？那个小蛮跟桃子。为什么？我帮他们买饮料，那两块他们会给我，拿二十去买18的饮料。他们对你怎么好？你先说出来。就是因为新生刚进来啊，然后大家都已经很熟，然后就比较不会有人理我们，然后就只有他们两个都会跟我打招呼。哦，要拍拍手。桃子，你该不要哭了吧？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点点。为什么？哦，我知道，桃子以前热舞社，他还想要重拾。你不要再重复了。啊，对不起，不生气啊，对不起。所以你也喜欢他？对，我很喜欢他。哦，为什么呢？我也觉得，就是人家进来应该要照顾人家，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来黑社会上，没有人理我。真假的？真的。好的，那紧接着呢，看第二名。第二名，请看。美美调查局，用心美美们认为谁会是师兄师姐心目中的好人第二名呢？马上为你揭晓啦！桃子，因为桃子看起来很有大爱，会把他的钱通通捐出去。桃子，因为我本身就是受过他的帮助，让他帮我贴小睫毛，人很好。桃子，因为他看起来一脸很有钱的感觉，所以他们应该会觉得他。谁啊？很爱帮助别人，长得又很漂亮呢。桃子也会干这种事？你怎么会干这种事？他帮助我，你们在想什么？我们对他指指点点，指指点点。